小外甥，你别动，姥姥给你抓龙虾。姥姥，你都60多岁了，能抓几只啊？够我吃吗？臭小子，姥姥当年比你厉害了。姥姥，别吹牛了，抓上来再说吧。好，你等着，姥姥给你上一课。多一个哟，哇，又多一个。小外甥，你看，好看。姥姥，听说陈姐的龙虾有很多口味，你是不是不会做呀？姥姥给你做一个比陈丽的还好吃，要不好吃你就回陈丽吧。姥姥来做个蛋黄龙虾。小外甥，帮我把锅巴拿来。好啊。姥姥，这看起来真好吃，我要一直待在你家。想的真美你。小外甥，吃了龙虾叫姥爷送你回去啊。嗯，真好吃。